大家好，我是小草月。今天体验服更新了四件全新辅助专属用的装备哦，可以看到在左下角还独立让辅助有一个类别去归类它的装备。那在我试用过后呢，我觉得这接下来是辅助一定会出的装备哦，基本上是绑定的，非常强势。那我们先为大家介绍第一件装备，叫做风魂纹章，给了200物防、600生命以及每秒回血，还有这5%跑速。那再来呢，这两个很重要的唯一被动，如果自己的经济或经验值低于全队的话，每3秒会获得5点金币或经验值。那辅助通常都是整个团队经验值跟这个经济最低的哦，所以这个被动基本上一定会触发。那在未来的话，等级跟经济就会比现在还要来的好很多哦。还有这个另外一个被动功勋，是击杀或助攻的时候获得的经济跟经验会提高 30%， 哇，这非常多啊。那你们一定会说1850块买到这样的装备其实好像还好，但是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噔噔这个超级强的主动技能，也就是你们在片头上看到的那个小丑多了一个护盾，增加跑速，还给到了800加等级乘以80的护盾值，也就是说最高你可以到2000点的护盾，而且冷却只要45秒，哇，这件装备简直是神装啊。那再来要介绍的第二件辅助装备，莲佑之戒。那它是一个法师型辅助会出道的装备，加90点魔攻、15%冷却以及回魔以及5%跑速。那这两个被动呢跟刚刚是一样的，但是呢其实现在的版本由于法师辅助较少，而且其实就算是像是提米的这种魔攻型的辅助，它还是出坦克，比较会偏向于买上一件的装备。那它一样有一个主动技能叫做莲佑之眼，那也是非常适合法师型的辅助去作为选择的、哦、如果你是爱丽丝等等，如果你真的买到这件装备的话，其实你可以照亮周围的视野，变说你可以防止你去 face check 那个草丛，然后你就第一时间被秒杀了。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第三件装备，叫做海神纹章。那它给到了200点物防以及600点最大生命，跟第一件装备有点像，但是它两个唯一被动呢是完全不同的，上面两个是相同，下面两个相同。它唯一被动呢潮汐是给予自己跟周围友军600范围以内每秒的回血回魔，然后唯一被动下面这个是附近小兵死亡之后，身边的一名友军会获得额外的 30% 金币以及 10% 经验值，也就是说这件装备适合待在线上的辅助。那你们的团队比较劣势，或者是你觉得在前中期比较没有击杀机会的时候，买这样的一件装备的话，你待在线上你会给予到队友比较大的一个帮助啊，你可以帮他回血。那你吃到了线上的经验值的时候，他的这个钱跟经验也不会少特别多，因为你会帮他加钱。那这件装备呢是唯一没有主动技能的一件装备，但是它还是有一个被动，是跟日神壁垒相同的那一个减伤跟增加输出的被动哦。那两个是可以同时出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出海神纹章加上日神壁垒，两件装备的唯一被动的名称是不一样的哦，完全适合妈宝型的 AD， 需要一个妈妈辅助在旁边照顾他的时候出件装备就对了。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下一件装备是进化护腕，那它的两个唯一被动呢跟上一件装备一样，跟这个海神纹章相同哦，它是 15% 冷却截面加500最大生命值，那一样是一件坦装，但是呢它有一个主动技能是跟查格纳的大绝很像，但是只能够给到单体的友军队友，是这个进化密咒可以立即解除附近友军的一个控制效果，那血量低的优先，并且回复生命值还有增加 20% 的跑速，持续1秒，但冷却时间就有点久了，90秒。所以这四件装备综合起来，我觉得最强的还是风魂纹章啊，哇，也是有点饶舌啊，这个风魂纹章。那我们就来试用今天这一套的新装备，现在萨尼身上的这个装备方案啊。那一开始呢，我们是买到这个风之宝石，因为它是上面的嘛。那大家可以看到加5%跑速，还有这个唯一被动赏金。那其实这个赏金被动就是，如果自己的经济低于经济跟经验低于全队的话，你每3秒就会获得5点金币或经验值。那这个被动从一开始就有了，所以这件装备真的非常的实用，基本上骑手都推荐要去买，因为大家一开始都知道这辅助没有人权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去看视野啊，去干嘛去干嘛，哎，帮我保这个 buff， 哎，你怎么偷吃我经验，什么都不能做，
对不对？那我们这边就直接出这件装备，那这打野去开开心吃他野怪，那中上下就开开心心的去吃他们小兵，那我们这里的人就开开心心的去吃这个锦啊，这就是辅助蹲点的一个好处，有辅助就是不一样。但是呢，由于在体验服的队友来说还是比较不受控制的啦，所以我们这一场呢基本上没有经济最低的时候，所以这个被动没办法在这场触发。那我们这里呢用一个二技接瞬移直接震到了这个莫拉，把它收掉。这里 A 触发了我们的被动回血，萨尼还是现在版本非常强势辅助啊。那它基本上搭配的这个风魂文章，好，我还是有点记不太熟它的名字啊。它搭配这件装备基本上就是专属装备啊，超级神，加护盾，然后加防加血，还有加那个跑速。基本上呢，你在抓人的时候，我们这边先到上半部守一个塔，撸这个吕布，然后我们这个精美的主卡一个踩，直接踩空，全部踩在小兵上面。那其实我也觉得，其实就算是提米出这件装备，我觉得也很适合啊。你想一下那个加速 30% 加速，加上了提米开一技能的时候，哇，你会看到一个超级快，然后这个屁憋超级紧，这个提米朝你冲过来，那个威吓感十足啊。那我们这边在杀掉了这个莫拉之后回城。那这一场呢，我们实际上打了20分钟哦，所以体验服的队友就是这么的可爱，这么的友善，这么的喜欢打这么持久的一场游戏哦。所以我们这边都会稍微帮大家快转，然后去剪辑一些有在碰撞激烈身体碰撞的画面。可以看到我们家的这个莫拉是快被碰到死翘翘啦，差一点就死了。那我们这边把这个拉兹给推回来，送他进塔，请他吃塔，就把他收掉之后呢，这边我们开一个护盾帮这个小丑增加护盾值，帮他加跑速，他成功活下来，不然他基本上是死定了。我们这里再推到对方小丑一个屁，我抓，直接斩掉了这个锦。那我们这场金娜的经济是最低的啦，所以我没办法为大家触发那个跳前的效果。那我们来这里尝试去吃一下这个魔龙，然后发现金娜跟我真的是打得有够慢的啊！这两只角色看起来就是会被魔龙打死，我选择放弃了。我们去下面打这个莫拉，这个莫拉已经刷到大绝了，我们毫无畏惧，直接一个二技能呢是把他给推回来。那这边他一个失误，直接小丑一套把他爆死。那我们金娜呢是一个神奇的大招之后呢，这边又要持续去吃这条魔龙，兄弟我不想吃啊，非常的耗时间哦。那我们这里呢再推到了两个人一踩，漂亮，什么事都没发生，是成功收掉对方莫拉。那这时候看到对方的这个锦是这个血量，这个血量感觉就有头可以赚。到这里，哇，他以为这个剑是劈不到的啊，兄弟，我这个大招叫做致命一击啊，这个技如其名，直接给他致命的一击。让这里隔墙给他插一下之后呢，这边再把这拉兹给推回来，就开了这个主动。那这个主动是给到我们上面的莫拉哦，他有一个盾之后直接去追那个小丑了。那他会优先给到你附近血量最低的队友，那个范围呢是大概接近快要整个画面左右，范围还蛮大的，所以蛮容易给到队友的。我们这边推到三个人，这边搭配莫拉，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打赢，看起来是没有机会了。我们看起来，扭一下这个火球，我们的被动快好了，可以看到右上角的被动，哇，刷去了，就差那么一秒。差那么一秒，我们就有那一个护盾了。那个护盾大概可以给到我们1800左右的护盾量，加上跑速，就可以活下来了。那我们这里呢，再做一波蹲点，可以看到打了13分钟，两边的塔都拆得有够慢，那我也拆不了塔。我们这里推到对方两个射手，然后我们主卡居然跳走了，非常漂亮。把我卖掉之后呢，我们这边开了一个护盾往后跑，这边再拖一下时间，躲在草丛里面，直接一剑插在地上，之后把这个井给推回来。就加一个瞬移，漂亮！这边没有我们的事哦，我们可以安心的回家去养老了，好不好？萨尼叔叔，这里呢，再去拖一下这个莫拉，证明自己还没老，再劈他一下。不行了，不行了，我觉得不太行，这个有点危险。好，之后我们这里再尝试做一波蹲点，看一下对方有没有人要守这个中塔。对方现在倒掉两个人，看到了一个锦，加速直接把他推出来。你还在挂机啊你？在我们这一剑成功的劈空之后呢，这里他就被小丑给收掉了。各位观众，不知道你们对这四件的辅助装备
新装备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这样的一个新的更动的啦，因为毕竟其实在很多的 MOBA 游戏里面，像是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英雄联盟了，他们其实在英雄联盟里面也有所谓的辅助装备，那也是辅助基本上一定会出的，因为除了去增加辅助的经济之外呢，你还可以让一个辅助在一个游戏中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就不会受限于辅助就没有人权，拿不太到经济，那能做的事情就更少。那我觉得这给到了很多的一个主动技能跟 buff 效果来说的话，除了让辅助在整个团队显得更重要之外，其实就是要让辅助这个线路来说有更多的玩家可以去投入这个心力啊。那么这里呢，终于要赢了吗？太棒啦，可以看到右上角的时间19分50秒，观众们你们可能感觉不到啊，我们这一劈，哇，直接把对方主堡给劈爆了，厉害吧？我希望未来有一天萨尼可以改得这么强，一剑就可以把对方主堡给劈爆了，这样就可以节省心力，在拍摄体验服的辅助来说的话，还是真的很心累啊。那么今天的体验服新装备分享就到这边结束咯，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点个订阅喜欢，同时打开小铃铛，有任何想法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各位拜拜。然后我们即将要满30万订阅了，到时候会有一支30万订阅的特辑。